大家今天来书法课，今儿天儿还可以是吧？啥？今天我们继续学柳公权的竖钩。竖钩是要求竖，是要求功底的，就是说一定要写直了，不能手抖。而且呢，它的钩呢是一个额头，对吧？大家那个学，我发现了很多同学，经常来的同学吧，写的字吧都已经有很大进步了，比第一次上课那写的特别好。所以我希望大家每次练习的时候都留一个作业，写上日子。你排起来，你就看到你写的一天一天的进步就非常好，是吧？这样也鼓励大家。另外，我非常那个，很荣幸地告诉你，参加了书法班，而且就像咱们的书法班已经进行了很多时间，有几个同学是，一点也不落，而且准时。作业也认真写，如果你入到这行了，那我恭喜你，你可能就是长寿的人之一。你看中国书法家，除非是有特例的，因为什么安史之乱呐、被杀的，或者是因为什么什么的，如果让他自然的，都是长寿的。我记得咱们刚解放的时候，中国的人口的平均生命才39岁。那时候齐白石都七老八十了吧，大概是吧？就是说，咱们看以前的书法家，除非是因为政治原因造成的，一般都活到70、80岁。所以说那就是很长寿。那么现在70、80岁很多了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过去说人活70古来稀，就是说一般的人吧都50多岁就死去了，能活到70以上的很多都是练书法，就是都有这方面的原因。另外呢，在书法你练的时候，你现在也许没感觉，练到最后的时候，尤其写竖，一竖的时候，你就不知不觉的运气，这其实就是气功的一种，就是你写竖要写特别好，然后这笔下去，那你就是。就不知不觉的憋气，不用老师教，你写进去的就行了。就憋着气，把这一点写完了，这个再出这口气，这是很自然的，就是自己就能体会到了。所以说，写书法的呢，都那个长命百岁呢，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写的几个字啊。写竖钩，我先把竖钩发到咱们群里头。今天我去取手机，手机有点那个毛病。今天我把那个我们的竖钩这个贴在我们的群里头啊。
咱们那些那叫什么名来的？告诉我一下。我的因为这电脑的叫咱们叫班的初级书法吗？叫什么呢？请大家告诉老师一声，谢谢。就是说书法班吧，是不是叫初级书法？我都不知道，我来看一下啊。我也是，因为这里太多了，书法我这里头。书法零基础。书法零基础，谢谢啊！我每次都写书法班，谢谢你。客气。我糊涂。书法是初级书法呀。书法零基础。零啊，对对对对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我看见了，谢谢。谢谢谢谢啊，我先发到书法零基础里头，这个今天要学的这个竖钩。它一共分了1、2、3、4、5笔，好费劲呢，对吧？这个钩很多，这个竖钩是最，今天我们要是狠狠的练一练它啊。所以记住书法零基础。我今天说的这些话吧，你们是不是有感觉到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到你们写的吧不断的进步，你们自己感觉到没有啊？不要说的哎呀我写的不好我自己不满意，你不满意不等于你自己没有进步，对吧？谢谢老师。不是，不用客气，你们写的挺好。我看你们进步都特别大，所以说我特别高兴。就看来就是说你们练了，而且是用心写了。老师，我想请你看一下这个有栏杆的一个小本本，他写的是不是柳公权啊？我看看，那您放大吧，放到大啊、哦，我会的，放到那个镜头前面。对。他写的是不是柳体啊？我多翻几张啊、哦。不，你给我翻一张就行。你能看不到吗？你能看见？我能看见，我能看见很清楚。但是他有的是柳体的笔画，但是好像不是太纯的。他写的方，你比如说我这本啊，我也打开给你看啊。嗯，我这本就是纯流体的，它就这是纯的。哎，纯的。你那本呢，就是你说有流体的意味，因为它也很那，但是它也有那个烟体的那个，它烟体的是横细竖宽那个形式哈。你看我这个是。这好秀气啊！你看这个啊，就是我自己有那个，我自己写了给你看啊。我自己以前没教你们上课之前，我就因为挺喜欢流体的，我这人胖乎乎的吧，我不喜欢胖乎乎的，我就喜欢清秀的，对吧？而柳公权的字呢就很清秀，所以我最初学的是柳公权的，但是我跟你们说过吧，我到了西安碑林，看着那个整个的碑都是燕老夫子写的，哎呀，真是惊天动地呀，真好。这是我写的，这是差不多100%了，好像哦。啊，这个是我写的那个，就是柳公权的，因为这里都。特别那个瘦，然后每个刀锋那个钩就像刀锋似的，对吧？钩什么的，哎，写的特别好，就是不是我写的特别好，我是那个 copy 的，就是临写的啊，就是说我喜欢他这个字，老师你写的很好哦，可是我这个是写密塔，
这个看到吗？啊，这是柳公权的啊，这是柳公权的，这是写的好像哦，对吧？老师写的，老师写的，我想问一下老师，你是用一样的笔写不同的？啊，对。我说的是一个笔，我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就是这支笔，就粗粗的，有的时候要写小的一点我就用这支笔，然后这两笔是我用，应该用两一支就行了，然后只要结果那天拿出两支就两支就这样，而且我写小字也用这个大的写。你是那个老师，你那刚才那个字再拿高一点 拿出来看一下。好的，我等一下啊，没关系，我这个好像没在那个大屏幕上，所以你们看的小。啊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没关系，好的，不客气啊。哎，我就喜欢我这个纸吧，还不是那个宣纸，您知道这什么纸啊？您看细看。不好意思，我想把它去除，它那个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这能看见吧？你看我这个纸就是 paper towel， 就是不过是白色的而已。哦， paper towel 这个纸这么好啊。啊，这加拿大的纸就是好，所以特意对于我们学书法的人特别合适。哎呀，很好啊，这个纸很好用。嗯，这个纸就是和这样的纸一样，不过是就是白色的。不是，我们买的 paper towel 有文不好写字，啊，有的也有啊。你看着这疙疙疙疙瘩瘩的，没看见吗？没看见疙疙瘩瘩的。那就是我这里这个和我这里头都是，我这里的白的和那什么都是 paper towel， 都是那个洗手擦手纸嘛，它都是有那小。看不到你这个，你好像很平那个，你移不出去。我这样，我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大镜头，你们看就能看见了。哇，真棒。不，这是你看看看它的点儿，这个纸上的厚，我是这面在正面写是洼点儿，这面这个背面是鼓点儿，能看出的那个就是 paper towel， 就是那个洗手间，在那个沃尔玛的洗手间放那里头的。那个，老师 paper towel 不是有一条线一条线可以撕下来那样的吗？它有一条线一条线的啊。 paper towel 我这个就是这么一卷，我买的都是一卷的最便宜的。哦，它没有线。哎，都是，嗯，就是，它里头都有一横，都有那一横呢。哎，就这一卷，就这么一卷，这个也是一卷，你看能看出来吧，这一卷。哎，这像那点是不是能看见？看不出来。老师，这个 paper towel 会写起来很硬的，一下去会渲染出来的，不会吗？我不会，我这个买的都是最便宜的，都是一卷一卷买的，不是那个一叠一叠买的，它有卖叠。我们也是一卷一卷的，它有纹的，有纹的。我看见了，你这个是和我的差不多。对，它这个有一条线，我也有啊，有纹，就是有纹的。但它墨写进去，它会吸纸，会吸墨，会吸好多，印出来好难看，不好写。对了，两种，有一种就是白的啊，我跟你说。吸纸的吧，它储纸啊，它会吸水。对，它那个就是擦手的那个纸吧。它我就把它撕成两半儿，它会吸水呀，它会吸水，你所以毛笔写进去，它会吸墨。对，就是我这个很薄的。他说有点硬的，其实就是它吸墨，吸的那个不均匀。这不赖纸，赖你没调好笔墨。就像说一个孩子家里没有不好的孩子，只有教育不好的家长一样。这个纸是无辜的，对吧？对，纸是无辜的。我们现在是没法和大家近距离接触。如果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拿出这纸，我就告诉你们怎么写，你就会了。因为这个我在这里头怎么演示你也看不明白，就是我们这个空间的事儿。好。我们就开始写吧，大家既然喜欢这个，咱们就练这个啊。
如果我们明年形势好一点，我们大家一起在圆桌下一起切磋这个书法是特别有意义的。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吧，你没有看到，就像你学骑自行车，光在别人给你表演，你要看他自己一上一下一骑自行车，你很快就会了，就这样。对对对，对吧？你看我们学自行车哪那么难呢？对吧？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现在今天写竖，竖钩啊。我拿那个大笔写啊，竖钩，你看它，你看那个竖钩，它这个地方笔好大。哎，我这个拿这个大笔写，这个啊，大笔是吧？有点墨，有点太多。你看它上面要写一个方字头，是不是啊？弯上逆风起笔，哎，写个方字，墨有点多，然后再下来。好，要到这儿我们写这就是一个额头，看到这个尖的，这就是一个额头，对吧？这个它太阴了有点，我拿这个小米写啊，方字头逆风起笔，方字头，对吧？然后下来，哎，然后我们到这儿要写什么呢？要写他的额头了啊，要写的，哎，往这一圈，哎，在这啊，这个笔小，哎，就这样，还用大笔写吧，看不出来。啊，我再写一个啊，逆风起笔，方字头，然后我们下屏住呼吸，对吧？到这写额头，哎，真的很像，很像。就这样啊，额头，哎，就这点是个额头，对吧？就是。这样稍稍这样，然后提起笔来，然后这个额头，好，就这么写。看着我刚才给你再看看手机上，我给你们的那个照片，你看他的那个画呢，他那画的中间那竖就是你行笔的过错啊，底下的额头就是我这么立起来，是不是像个额头似的？就这样，很像额头。哎，对，是的，太像了。我们就是那个现在就开始练这个啊，这个要多练，一定要选笔。你看看我没有把笔，我不是这么拿着的写的，选笔，这是这样写，选笔啊，选笔，没有这个笔。选笔，刚才写的这个。老师，行笔要快还是要慢？行笔吧，你现在不要太快，你可以慢点儿，但是也不要太慢。太慢吧，你写竖的时候吧，它容易慢了吧，你也容易往两边跑，不直。所以就屏住呼吸，按着你的呼吸来写，来看啊，按着你的呼吸，屏住呼吸，然后按着你的呼吸，对吧？往下写。好，到这儿你要写他额头了，这样。对，
这个，不容易看到。看得见，很清楚。很清楚哈，就这样。嗯，好，大家就练吧啊，一定要，也不要太快，也不要太慢，一个写一个是一个，嗯，一定要写成十个。这你这个数练好了。对对对对，你说的作业没有？收到什么？作业。哦，我今天好像没看到有交作业的，我看一看啊。老师，我写了，我没交，就是说我每次作业都做了。啊，没交没关系。老师，我都送到你的私信去啊，你有跟我改啊？他的这个那个，初老师写了挺多。哦，苏老师写字最好看。嗯，是我们班的高材生。嗯，不要这样说我，不好意思。没有，我说真话。嗯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今天没有交作业的。啊，这个先竖钩啊，一定要勤。辛苦的练，柳公权那个就是我说他挺，我跟大家说过，他这人也是挺，不会谄媚皇帝吧，因为他是皇帝儿子的老师，然后皇帝那么当家长的，我们当老师的，大概你们也有当老师的，当家长的都愿意和老师搞好关系，对不对？然后一般老师有点什么毛病都不说什么的。嗯，那曾老师，你是不是老师出身啊？啊，对，我是老师出身。难怪的了。嗯，所以说当老师的也有不好的地方，因为总说上句儿，有时候对自己的缺点就意识不到。是那样，真的是老师天天找我茬。对，老师最大的优点是能一眼看出人的缺点。对，这个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一个有名的小说，然后就是写的，就是个外国小说，说他是有一双老师的眼睛，你没看见他呢，专能看见别人的缺点。是。我说我天天是坏学生在他面前。他总能挑出学生的毛病来，本来人就是别人，他要当别人的学生，别人也挑也挑那什么的，也挑他，就是这回事。他看不出自己的缺点，他的人品就是。是我们都是这样，老过乌鸦落在猪身上，光看见这个猪黑，没看见他也是那么黑。老师真是很幽默。嗯，真是那样。嗯，这个在那个手机上的这个挺直，你看特别直，特别好，你额头。嗯，你来画个墨来写。你在写的时候吧，一面写就一面有体会了。他说勾的种类很多，要根据不同的类型的勾法掌握其用笔规律，逆风向左上方起笔，对吧？我们这个就是逆风，对吧？逆风也有时候呢向压，向第二个他说转折后向右压顺笔，你这个你就知道怎么写就行了，
用不着记他这个话，你要记他的话也许还不会整了，就是说至于竖的尾端顿后即向左下方稍弯，你说那稍弯是多少弯呢，对吧，你不如自己练一下这些。老师你的笔是不是很特别啊，我觉得不特别，我的笔随便买的。叫什么牌子呢？所有卖笔的都给自己起个好牌子，我这个写的这是狼陆狼书画，陆兰书画啊，你别听他的这些名字。我跟你们说买笔吧，我上次好像我那个教过大家买笔，你看啊，这有一支笔我还没打开呢。我想哎，如果你买笔的时候它不都是这样吗，你就给它打开看一下。我它可以，你说我买笔你挑好了笔，首先你挑的时候你看这个笔尖挺好吧，然后你把它放在它的那柜台上，然后看看底下有缝没，柜台基本是玻璃是平的，它能和它每缝隙比较均匀，就是说这个笔杆直。它毛笔不肯，不会肯你这个把那个笔尖散开，它都包装了。那你它总要有一支笔吧放在那里。你给他买你这支它你都把它散开的，它再卖别人人别人也不要了。没事儿，那也没事儿。你问他那个说的，你要觉得这笔吧，他说压在底下平平的，就说这个笔杆是直的，对吧？笔杆直的就是挺好啊，不弯就好。然后他的笔呢很尖，然后你看他的好像挺尖了，然后你就把它打开，打开你看什么？看这毛是平的，哎，这毛是平的，不要是那个，它成一个鼓肚的中间堂，那就不好，是平的，哎，平的这样你收起来。它是为什么尖是黑的，黑色的呢？那个毛尖怎么是黑的呢？哇，我这个是蘸的，不是它变得黑的，是那天要写什么，我就蘸一下笔给别人看一下，这是我蘸的墨了。哎，哦，我以为是特别，但是也有的笔是它的尖儿是，这会儿是白的吧，里头是黑的，有那样的都挺贵的，我买的都是很便宜的笔。然后这打了开，它是平的，打了开是平的，就是，哎，那么这样的笔就是比较好的笔，我这个还。一品玉竹，然后那个反正一品我也没看出来一品两品的，我也哎呀，那这个是我这个是北纬狼毫，狼毫笔呢就是比较硬，你写柳体吧容易写出字脚来，如果是像这个就是尖毫。尖毫是什么呢？有狼毫，有羊毫合在一起的，还有鼠毫什么的。你这个笔是在这个加拿大买的呢，还是在中国买的？我这些笔都是在中国买的，我没到加拿大来买。哦、oh, ，I see。带来的，因为我想区分一下。加拿大也是从中国批发来的。批发来的笔。我也试了不太好，我也没多少钱。有的特别不好做工，我看了那些有些学生做工特别低廉，你要想买笔吧要上多伦多和蒙特利尔那个里头，这两个城市里头呢有一些老店比较好，渥太华没有好店，渥太华就是在九龙对个有那么两个店，都一般都
不好，买不着好的笔，不太好。老师，请问你选笔的时候呢，那个高度是多少啊？你的手要握在中间还是上面一点？啊，就是在，你看这个笔我就中间。中间下面一点啊。嗯，对，是的。你要摸在这儿不得劲儿写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啊，上面可以吗？高一点。嗯，高一点可以，大的比较高一点。哦。嗯。好，我们那个速写怎么样？展示一下给看看好吗？有点像额头了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，我买这个笔呀、啊，其实我挺喜欢的、嗯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笔杆裂，是我哪个地方没有保护好？为什么会？啊，笔杆裂了。嗯、那你首先你是因为你买的它笔槽，然后你的笔，然后干你家干燥，它就裂了。你这样，你把它拿那个尼龙丝线，你有没有那种的？我拿那个 tape 给胶了，我拿 tape 给绕上了。嗯，就是拿那个比较那个像钓鱼鱼线，嗯，对，把它你一定给它拧，摁的特别直，然后呢，你再给它绑上，或者是给它胶蘸上。嗯，我就是说，洗完这笔是不是一定要竖着挂，横着给晾干，对了，要立起来。我本来我的笔也是老断，现在老师教了以后，用皮筋把它拴着那个杆头，然后把它吊起来。对，这样还得买一个笔架。对了，对对对，是的。要会做的，你先生要是会做的，整个木头自己做，然后做一个架，然后上面钉上那小螺丝钉，拧上小螺丝钉，完一挂一挂的比较好。有的会的，躺在那晾干不行，必须要立。只要用木板钉一下，钉在那个墙上，然后铁钉，你说的没错，那个一个个挂进去。嗯，不用钉在墙上，钉在墙上呢。你的墙可能要摸、哦、这个做得很好，做成一个架、哦、就像一个、哦、哎这自己做的、哦、嗯，做的这样一个像门字似的，然后底下 挂起来，这样嗯就比较好、哦、嗯，好，谢谢了这位老师。老师，我这个是钉子买的，真理这个，那你看看我们这个你看我做的看不到，哇，这样啊，你们做的太棒了。这个是买的，不是做的，我哪会做？哦，这个，我没看见，没看见你的那个。我视频共享的也看不见啊。这样啊，嗯，怎么视频共享？这样，看不到啊？看见了，对了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对，楚老师，这个时候是，这是我好几年前买的，对对对，十五块。嗯，对，还挺便宜。哎，嗯，这有钉子，有没有？有钉子，然后对对对对对，然后挂上了，对对对对，楚老师这挺好，对这个。然后，但是我的毛笔有一个问题呢，它头会掉，这个头啊。啊，头掉的原因吧，就是你那个这个地方吧，你把它拿下来，然后多搁胶。然后给它对整，就是弄一个胶去把它粘起来。哎，对对，把雕粘起来就对，挺好的。嗯，我这个中国带来的笔，它这个写着写着会吐毛，毛会吐出来，毛掉毛吧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毛掉出来。嗯，掉毛就是那个毛不太好。嗯嗯。老师，我们这个写在硬水布上的这个笔，可不可以用毛？可不可以蘸墨写、啊？不可以。你要蘸墨写，只能就写完了，就是它就墨就不掉了，总黑的呢。哦、oh, ，I see， 我没敢、我只是问问你。对呀、啊，你要就你用毛笔写了黑的，它就不掉了，那个它就本身变成黑的了，那你没法再写了，是吧？ Oh, 谢谢，我幸好没事。那不能的，那个是哎，对，一定用干净水。他就你要用那个水不干净吧，它都出黑颜色，都出那个，嗯，所以是不是每一次写完就要去洗干净，挂起来，是不是？
对对对，不能偷懒，对，不能偷懒，要不然那个要不然的那个我家洗墨池那谁写的嘛，都变黑了，就是那个就是说，嗯，王羲之他家门前有一个小湖，然后他们都去在那洗笔，湖里的水嘛就不用，也就是几十年以后吧，那个湖水都变黑了，就是多少墨进去了，这也是夸张说法，我也不知道，嗯嗯，说过去你没有自来水。就是在河里头，是不是？洗笔，嗯，我们一定要用流水洗笔比较好。你要舍不得放那些，你就是整盆儿，完了这盆儿多混一会儿，完了再换一盆水。完这水费水也挺贵的，不是吗？嗯，好，现在大家展示我看一看数学的好不好？啊、哦，潘平平写的不错，哎，真不错。有的有额头，为什么有的没有额头呢？哎，对对对，对，楚老师写的也挺好。没有额头是什么原因啊，老师？没有额头，你就没到底，你就拐了，你就都叫往底往左边，往左边，嗯，写一下，再拐上来，对，写挺好，写的不错，不错不错。现在我们现在可以写字了啊，写一个九。写一个鱼九等几个字啊，我们。鱼，鱼是的鱼，一横。老师看不见。看不到 ，sorry， 谢谢。一横，对吧？两横，啊，这横是咱们都知道，这么样压一下，对不对？然后写竖，好，我们要是写额头了啊。哎，鱼，哎，鱼字。老师，这个一横你要长锋还是逆锋啊？一横，横啊，长锋也是长锋，逆锋起笔，逆锋起笔就是长锋。你们看我写，好像是我写的快，那个长锋就已经习惯写长锋了，就是那么写，嗯。这是鱼，然后我们再写一个，写鱼写是啊小，我们再写个小，哎，往这头，然后再左边、右边。对吧？小，那你是上下面挑上去？对，小，小，然后咱们再写一个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，都是有这个，都能写上这个，嗯，九呢，就是用。九啊，横，你看，我写自动就是这样横，然后这点是拐折，这是对吧？这个啊，我这点那个有点，你等一会儿啊。九字儿那个前头那一笔吧，像个乙字是那笔，那里头是60度的角，记住，不要太大，也不要太小，
横，然后在这里停一下，六十度的角，然后这样，这个也是像，就是也像一个那个额头似的啊，就是，然后这个写像一竖似的，都不过就是撇而已。九，老师，你说的六十度是指哪个地方的六十度啊？啊，我说的是角的六十度，比如说这直角不就九十度吗？嗯，是不是？你那在哪一个地方？那个弯的地方是不是？我跟你说一下啊，我们写字吧，一般都是六十度，或者是三十度，还九十度。你看这个，一横，一竖。写个寸吧，对吧？然后那么这个就是九十度，这个角就是九十度，对吧？哦，那个角，哎，对，你看啊，然后我就说九九，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对吧？九它从这头，然后这条拐，这个就是六十度，这就是六十度这角，你不能写成这样，太宽了，这样接近九十度也不行，你要太窄了也不行，对吧？这个是角是六十度，相当于。那你旁边那个一撇呢？哎、那个是几度啊？这个撇啊也是六十度，这俩，哎，这俩是平的，不过它直下来了，它是弯下来了，是这样了，对吧？这个哈也是额头哈，这样，哎，这样，这额头，这样。配音九鱼，刚才写的鱼是九十度，九字写的是六十度，这个地方啊，六十度。再写个小，刚才写了一个小，这个小字啊，这如果连起来呢，也是六十度；如果不连，啊，也是六十度。我这个太小 power 是音的，不行。嗯，我们再写一个万，一万两万的万，都是有这些撇的，也是一横，对吧？看他再来啊，我这个选笔写的啊，一横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这个撇这撇很尖的，很一撇，然后这个这个，哎，万，再来啊，一横，一撇一定是。直直的这撇，像一个切的似的，然后再这样，对，哇，这撇啊，特别流体的这个撇，就像一把刀过来了，然后这样，到这点还要写个额头似的，哎，这样，哇。
柳公权的撇特别锋利，撇，然后竖弯钩，这样竖弯对一下钩也是有额头的圆，再写一个字，六个字啊，咱们今天写把这六个字写写伐，一撇，看呢这撇像刀切的似的，这就是柳公权的，哎，一撇一竖，这个是垂露竖圆的，然后在这儿写一横，这横一横在哪啊，这横这样啊，在摆的一横，然后把它勾，大格勾，勾一定要下到这个比它下下一点勾，然后一撇，嗯，就是啊勾，然后一撇，也是这是一个额头啊，这是一个额头，这是啊，然后这里头中间一撇，在上面一点，在上面一点，我把这个啊，这里头就这个字笔画多一点，但是都很利手利脚的字。好，伐，今天就写这几个字就行，这几个字的要求的比例都是很那个什么的，很有功底的，嗯。鱼，腕，这些九，鱼小，腕圆伐，腕圆，嗯，我看。圆在这儿啊，圆在这儿，圆，那是腕，好，我都给大家写了，把那字帖给大家贴上了啊，照那字帖写。
大家还有需要写哪个需要写看我下笔的需要怎么写呢？嗯，老师你那个小字再写一下看。好的，老师我看你那个点怎么点上去了。好的，大家在哪儿住啊？你们来学习，我也不知道你们都在哪儿住。我在巴哈文住，你们有在巴哈文住的吗？我住靠多伦多，住 Burlington， 就哈密尔顿这边。我在多伦多，我在美多伦多呀，哎呦辛苦了。嗯，不辛苦啊，网络上一打开就看到了，网络就看到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有没有住在那个渥太华的？现在我写小字儿啊，小也是一个这么起头的啊，你看，然后是，哎，然后左点儿，右点儿。小，有点阴。老师，这个额头好漂亮哦，真像额头。谢谢。嗯，看看啊，其实很简单。好漂亮。谢谢。好像会飞起来的那样子。吹风机吹的。好了，写你们写的，写一年以后就能赶上我了，真的。老师练了几年呢？老师，你书法练了几年？没有书法练的是，我是也没有说特意形成练。小谦儿没事儿嘛，我就那个，我不怎么，我这人挺不太和小孩儿搁，不爱和他们去跑着玩儿。我妈说，人家都孩子都出去玩儿，你怎么总在屋里猫的？我不愿意出去玩儿，然后就那个没事儿就拿着笔写，那时候还很小。老师你那个小，老师你那个小字，哦，你这里有，你那个字写得非常好，好像会飞起来。谢谢谢谢，我小前没什么事儿就练习写字，然后呢我也不都懂好歹，然后那个冬天呢就是我妈妈就给我送到农村去了，农村去他们写对联嘛，我就给他们写，然后那个那还小孩儿呢，都给写那个对联儿，写完对联写春联儿，写那什么，反正大字小字儿，反正我也不还上，就瞎写。写完了，人有的来串门，上我夫家串门，说：“哎呀，你们今天写的挺多吧？就是连他那个基石啊什么。”老师，那个下一组的人要来了，我们七点钟准时离开哦。那个中道医师他们上来了，太极拳的，就是其实也不见得好，就是我敢写，所以说你就是那样，写的那时候也不见得好，反正就是敢写，也没人写，别人不写，就我写。老师有没有拜过师啊？拜过其他的老师？字帖是我师。哦，我没拜过老师，我也没跟任何人说我会写字。你有悟性啊？也不见得，就是反正就是就照字帖写，喜欢什么就去买，因为我是独生子女嘛，家里头不太。不太那个，穷，所以说要买个字帖就买了，所以说想看什么就看了什么，你这个年纪的人很少有人是独生子女。对对，是我们班级就我一个吧，是独生子女，他们都不知道，因为看不出来我和他们不同。因为那前咱们都劳动嘛。咱得好好表现呢，劳动使劲干活。好，
下去了啊，老师。哎，谢谢老师，再见，老师，谢谢老师教导，谢谢，不客气啊，你们太客气了，都不好意思。啊，谢谢老师。